那个丫头真是一点规矩都没有。你以为自己是这里的女主人是不是？少做梦吧！我怎也不会让你这样对我。我一定要成为太阳神殿的女主人。既然我都快要成为太阳神殿的主人了，小桃，那么我希望你能够当这个太阳神殿的女主人好吗？我想这件事你先等听到遗嘱之后再来谈也不迟吧。周六周日晚间9点到11点，未来戏剧台太阳神殿。